曾经在港台节目亮相的瑜伽导师郭雅琪 Nikki 成日都会在 IG 分享近况，而且她衣着都很清爽。近日她外出旅游，由于当地很热啊， Nikki 出街的时候忍不住上身着比基尼，画面相当养眼。但最令人惊讶的是她喜欢喝汽水，但又保持到这么美好的身材，真是令人又羡慕又妒忌啊。